我们以前即将介绍的晏殊、欧阳修、张先、燕吉道、刘永都是婉约派词人。那么我们今天来开始介绍苏轼和他的豪放词风。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仅在诗、文、词等文学创作方面有骄人的成绩，而且苏轼还擅长绘画、书法等等。苏轼的出现是宋代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先来看苏轼的一生的经历，那么看他这种人生经历对豪放词风的这个出现有什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苏轼出生于公元1037年，在公元1101年去世，字子瞻。那么苏轼呢，又名何仲，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四川眉山人。他出生于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家庭。那么从苏轼的人生经历来看，我们以往都说苏轼一生的遭遇坎坷，多次经受贬谪，到了晚年还是在贬谪中去死去。那么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苏轼，这样说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苏轼一生呢也非常幸运。我们也可以从幸运的角度来看苏轼的一生，你会发现苏轼他在文学作品里边表现出那么一种乐观的态度，和他的这种人生幸运和他那个时代是有关系的。那么苏轼第一个幸运是他21岁的时候，他父亲带他和他的弟弟苏辙一起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那么那一年他到了京城以后，立刻就受到了京城那个知名人物欧阳修等人的欣赏，第二年就考中了进士，非常顺利，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幸运。那么在苏轼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当时文坛上流传的一种文体呢叫太学体。太学体呢写起来这个文句呢稀奇古怪，用些字呢非常生僻，让你读都读不懂。那么当时这个就说谁文章写出来让人读不懂，谁就是写文章的好作者。那么科举考试的时候呢，这些人呢都能录取，所以大家都去学那种稀奇古怪的这个文章写作方式。而苏轼到了京城那一年呢，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他特别讨厌这种文风，他要求的那种通畅的通俗流畅的这个文章，他喜欢这样一些文章。所以那一年他说录取呢都是写这类文章的好手，像苏轼兄弟苏轼苏辙这两兄弟来自于四川的大山沟，还没有受到京城的这个文坛坏的风气熏染，所以他们的文风呢朴素自然，一下子就被主考官欧阳修看中，就考上了那么所以说苏轼是幸运的，苏轼要早来两年他这样的文风，他考进士就考不上了。那么据说呢，苏轼他那个在考场里边考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而且里边用了一个典故一个典故呢说古代有个罪犯，那么那个古代那个尧舜时代啊，舜时候的那个
那个管法律的那官员叫高陶，高陶说要把他杀掉。尧呢就说宽恕了他吧，这个高陶说要把他杀掉，连说三次，尧呢连说三次宽恕。那么苏轼举这个例子呢，说明就说做君王要仁慈，是吧？做那个当时下面的执法官呢，要严格遵照法律来执行。苏轼这种观点啊，非常有这个现代理念的啊。现在您看看，就是国家总统是有大赦免特赦权的，是吧？法官是要依法那个这个判案的。那么苏轼这段论述呢，论述的非常精彩。那欧阳修看了以后呢，特别喜欢。后来欧阳修就问他说，你这个典故来自于哪里啊？苏轼说自己是想当然的。苏轼他写文章就这样的自由啊，他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个论点居然呢编造了一个典故。那么这是说欧阳修呢当时读了苏轼一系列文章以后呢，有这么一句话的评价，说不亦后生能打诗礼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就说我老了，将来我文坛的领袖的地位就是苏轼的啊，苏轼这个。所以呢他21岁刚到京师，立刻呢就是锋芒毕露，立刻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第二年科举考试立刻考中。那么苏轼进入仕途的时候呢，已经是北宋中叶了，已经到了宋仁宗时候了。那么北宋社会呢，经过了100来年的生息发展，一方面是政局稳定，天下比较太平，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那么这给每一位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呢，都以充分的信心啊，让他们跃跃欲试。尤其像苏轼这样来自于下层，那么对当时的皇帝，对朝廷感恩戴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呢，宋代呢矛盾也，社会矛盾也在积累，有了好多社会弊病啊，对外战争呢也是屡屡失败，所以呢这些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呢，他们就有了许许多多改革朝政的一些想法。那么宋代宽待文人士大夫的待遇呢非常好，政治环境非常宽松，就是当时的人们呢敢于表达政见。苏轼呢就是这么一类有志报国的文人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不过苏轼考上进士的当年，因为母亲去世，他要回家奔丧守丧，就回去了。那么一直到了嘉佑4年，也就是呢那么苏轼是嘉佑2年考上进士的，是吧？1057年考上进士，那么他一直到1059年满3年以后，正前后头尾3年，苏轼呢扶桑骑马，那么就与父亲苏逊与弟弟苏辙一起再到京师。那么到了京师以后呢，再过2年，苏轼呢就由欧阳修等人推荐参加了朝廷特赦的贤良方正能直言己见资科考试。那么这是一种特赦的考试，专门是对优秀人才而设置的，就说已经做官的这些人里边，有些人特别有才能的，那么经过3位这个知名人物的推荐，可以参加这种考试。这种考试考出来以后呢，前途无量啊！这种考试呢，朝廷是为了精英人才的脱颖而出而特意设置的。那么苏轼在这次考试中呢，考了个第3等啊！这种考试呢，朝廷为了突出它的难度呢，第1等和第2等从来不录取人的，是空的啊！第3等事实上就是第1等。苏辙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苏辙这次呢考入是第4等。那么这次呢，北宋建国以来，那么进入到苏轼的时候为止，这种特科考试第3等被录取的只有吴玉和苏轼2个人，可见这种考试是多么难啊！100多年就是考上2个人。那么苏轼的长篇大论《进策进论》都是在参加制科考试以前写给皇帝的，这是当时考试的要求，就是要求你呢写出系列论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呢提出自己的这个意见。那么苏轼呢，在他的这些这个政论文里边，全面的分析了
这个北宋当时的社会，指出当时社会由自贫自民而无治贫之时，就说由那种治理的太平的这个民生，但是没有它的这个实质内容是空的。北宋社会已经潜在了许多危机，所以呢，他自己提出了立法禁言侥幸、庄任死、举拥弼、教杖守、厚柴户等等变革主张。这些变革主张涉及到法刑法的，涉及到这个官员任用的，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涉及到财政方面的等等。那么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就是1065年正月，苏轼呢被从外地调回到京城任官。那么英宗皇帝是非常喜欢苏轼的，他当时把苏轼调回到京城以后呢，叫任命苏轼为知制诰。知制诰是作为皇帝的秘书，专门给皇帝起草这个圣旨的，是亲近皇帝的一个官职。这个官职呢，就是当时是非常荣耀的啊。那么当时宰相韩琦就说了，这样的超规格的特别的提拔苏轼不好啊，对人才还是要这个循序渐进来磨练他。那么宋英宗呢，因此呢说，那就我改任苏轼为修起居住吧。修起居这个官呢，也是这个皇帝身边一个亲近的官，就是皇帝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所做这个事情啊，具体的每天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情都由这个官员的记录下来，将来做历史文献的，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官。那么韩琦就说了，这个官修起居住和前面那个知制诰差不多呀，还是不可以呀。韩琦说，不如经过考试，给苏轼一个接近皇帝的另外一个呢，与他现在的级别比较相称的一个职位。英宗说，考试是对那些不知道的人才使用的手段，苏轼的才能大家都知道了，还考他干什么呀？后来呢，这个韩琦还是坚持，苏轼呢，于是参加考试。考试了以后呢，那么这时候呢，进入了这个史馆，因为宋代是重文官，像这个史馆这些地方呢，就是编历史书的这些地方呢，都是将来呢仕途上有大有发展的人物才进入这些地方的。所以苏轼这一次呢，可以说又是仕途上的一大转折。那么换句话说，苏轼呢，他呢在他人生的20几岁到30几岁的时候呢，得到皇帝的喜欢，得到朝廷里边的重臣的喜欢，包括韩琦这次一再阻拦他超规格提拔苏轼，一再阻拦他也是为他好。苏轼后来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呢，认为韩琦的做法是叫爱人以德，是爱护他的表现。那么第二年，苏轼的父亲去世，苏轼呢再次扶伤回到了家庭，回到家里边。那么等他扶伤期满出来的时候呢，这时候的皇帝已经改成了宋神宗了啊，而且宋神宗当时呢用王安石变法啊，朝廷的政局正在发生一种全新的变化。那么苏轼一回到京城就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而且对他将来的人生道路呢发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苏轼呢，他虽然主张变革朝政，但要求是顺序渐进的。他认为天下有两种弊病，一个是立法的弊病，一个是任人的弊病，就是一个是立法的弊病，一个是呢任用官员的弊病。其中任人之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苏轼认为呢，这个官员的任命是最主要的，这与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举措就有了明显的距离。所以苏轼曾多次上书那个指责变法的这个弊病，并且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要求外放。那么到了熙宁四年，就是公元1071年六月，那么出去做杭州通判，就是今天相当于杭州市副市长吧。那么据我们今天研究，苏轼呢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开始呢写词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苏轼已经是三十多岁了。那么也换句话，苏轼三十多岁以前，他一直呢是在政途上的一帆风顺，也没有时间去写词，也没有时间呢更多的时间去娱乐写词。他诗歌是有写的，词没怎么写。那么只有到了他三十多岁外返到杭州以后呢，才开始写词。苏轼到杭地做通判以后呢，后来呢这几年时间呢又辗转各地做官，曾经做过密州的知州，做过衢州的知州。到了宋真宗元丰二年，就是公元1079年的三月，苏轼呢又到了湖州做知州。这一年苏轼44岁。苏轼到湖州以后呢，仅仅三个月突然被朝廷派人逮捕了。那么理由是苏轼呢通过诗歌来污蔑攻击朝廷。那么王安石的新法实施以来呢，曾确实产生过许多弊端，特别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经过贪官污吏的操作，利民之法往往变为呢旁剥百姓之法。王安石呢又性格固执，喜欢被阿谀奉承，所以呢新党中就聚集了不少官风使舵、拍马奉承的小人。苏轼做地方官以来呢，被实施新法而带来骚扰百姓的种种现象呢，有很多现实的观察，而且经常呢在诗歌里边呢表现出来，所以呢王安石的手下对此早已不满。苏轼到湖州以后，给朝廷上了湖州谢表，里边呢讥讽朝廷新贵呢为新晋绅士，原话这么说的，说知其余不事实，难以追培新晋，观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说自己，这是说自己，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自我谦虚，说我太愚笨了，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呢我难以去追赶这些新进的人了，去陪他们了，是吧，所以我不可以在朝廷做官。那么再呢仔细看看，我这个人呢老不生事，年纪大了也不会生事，或许呢能够在地方呢当地方官来管管百姓。那么这样一种表面上自己是客气，事实上是讽刺新党的言论，再度惹怒了新党。那么这个时候呢，朝廷的谏官系统呢已经彻底被新党把持，而且这里边多数是谄媚之徒，他们呢连章弹劾，群起攻击苏轼，御史中丞李定、御史监察御史李行、苏檀、何正成等人弹劾苏轼呢，说他苏轼以诗歌诽谤朝廷，怨恨君王，鼓动流俗，阻挠新法，而且不知悔改。那么这个苏檀呢更是从苏轼的诗歌中罗织罪名，认为苏轼的诗歌处处讽刺诽谤，要把苏轼呢陷于一场文字狱。那么他说皇帝你发救济金，发钱给了资助平民。苏轼诗歌就说了，赢得儿童与英豪，一年强棒在城中。说你皇帝呢制定明令法规来这个考察官员。苏轼诗歌里说了，读书忘卷不读虑，知君尧舜知无数。说你皇帝呢兴修水利，苏轼诗歌说，东海若知民主义，英教策旅遍桑田。皇帝呢下禁令，盐呢要有官家来买，不许私人卖盐。苏轼诗歌就说，其实文少解万本而来，三月思无言。而且呢他把苏轼的写的诗歌呢三卷呢印起来呢送给朝廷作为罪证。这一场这个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当时呢是形势非常紧张的，新党中部分险恶歹毒的人试图呢要置苏轼于死地。苏轼被逮捕入京的时候，以及在京城的监狱里边多次都想自杀，以免牵累他人。甚至苏轼还在狱中呢写下两首诀别诗，托这个
看守呢，设法转交给他的弟弟苏辙，可见当时环境的险恶。那么还有这么一件事情，说苏轼在监狱里的时候都是有他儿子给他送饭的，苏轼呢已经跟他儿子约好了，说呢如果要是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了，就叫他儿子送一条鱼给他。那么苏轼呢，他的儿子有一天有事情没办法给他父亲送饭，就托朋友给苏轼送饭，这个朋友特别尊重苏轼，结果就给苏轼做了一条鱼送进去，结果把苏轼就吓坏了，可见当时形势的危机。那么而且在审讯过程中，新党里边的部分人物还在继续罗织罪名，比如苏轼有这么一首诗叫做根到九泉无曲处，世皆唯有折龙枝、啊、意思呢他是原来呢是写述问怀素的，但是宰相王圭呢却没有用心的说，对皇帝说，说飞龙在天，是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折龙，非不成而合。就说皇帝就是龙嘛，飞龙在天，是吧？苏轼居然到地下去招龙，那不是诽谤皇帝吗？啊，这么一种诬陷呢，宋神宗皇帝也觉得不可容忍，皇帝也是读书人，也知道的。这皇帝就回答说，怎么可以这样讨论诗人的诗创作呢？苏轼只不过是在写怀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新党中的一个中间人物叫张敦，张敦与苏轼是同年进士，而且是好朋友。他给苏轼辩护说，不仅君王称龙，古代大臣也有称龙的。皇帝立刻表示同意。皇帝同举例说，古代这个大人臣称龙的很多呀，比如说荀氏八龙、孔明卧龙等等，难道说的都是皇帝呀？是吧？所以苏轼在这次受审理的期间，朝廷内外的众多大臣都出来营救他。首先旧党的一批退休老臣给神宗上奏章，申辩苏轼是无罪的，比如说张方平啊、方正啊等等。其次新党中的耿直者也不赞同如此诬陷苏轼，比如说张敦，连当时退休在金陵的新党领袖王安石也上书给皇帝说，哪里有这个太平盛世杀人才的。还有朝廷大臣里边政见与新党有距离的一些人同样为苏轼辩护，比如说宰相吴充、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等等。那么苏轼的弟弟苏辙呢，义不容辞的上书给他的哥哥呢辩护，并且要求由自己的官职为苏轼恕罪，甚至说连这个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为苏轼讲情啊。那么归根结底，皇帝宋神宗本人私下也非常欣赏苏轼，也没有追究苏轼这个置苏轼于死地的这么一种想法。所以在宋神宗元丰二年4月29日，这个案件结案，那么苏轼被贬官贬到环州做环州团练副使。那么这一场文字狱牵涉非常广泛，震动朝野，成为北宋范围最大的一场文字狱。据记载，西汉御史府中有很多柏树，上面呢有许多野乌鸦停在上面，所以后人称御史台呢为乌台或者叫乌府。那么这次这个诬陷攻击苏轼的文字狱呢，是由宋代御史们策动的，所以那么这场诗案历史上就称之为乌台诗案。